Baba Baba Hara Baba.不行不行，我告诉你，这是私人的东西啊，私人的地方。不行不行，这是私人的地方，你们不可以这样，你们这样我就报警了。晚上吃饺子。好的。嗯。现在可以抱了吧？让爸爸抱。想了多少次我们见面的场景，但基本感觉像做梦。